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دوي غونغ غونغ شي شي دا جي دا دا هاو جو هو جين شوان دا فن شيان يي جي زن سونغ شوان غوي ان لا جون شي شي دا جو ان لا زي غو لان جين جون شو تا يون دي شان دا تو شوان زاو ني مان لين شي ني مان زي دا دي شان يو شو غو ني مان ين دان شيان تا شو راو 然后过一塔，我见生万物非书为有安了，度一无偶，我见生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就安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以及所有生民弟子和跟随他们的众人，直到报应日。伊斯兰教是讲舍大帝。重建道德和改革的宗教，天启使命都号召人们具有伊斯兰教的美德。正如安拉所说，穆萨对他哥哥哈伦说：“请你替我跟随我的宗族，你要改善他们的事物。”你不要遵循作恶者的道路。古兰经中，几页显示说艾布什口说道：“说道，我是愿尽我所能从事改革，我的成功全凭安拉的援助。我是信赖他，我是皈依他。”毫无疑问，维护国家正在大力建设的公共设施，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改革形式。公共设施属于公共利益，而不属于个人利益。我们应该让公共利益应当高于个人利益，因此。我们应该维护公共设施，也应该尽全力防止在地方作恶者们破坏公共设施。公共设施工人应该将工作做得尽善尽美。正如穆圣所说，安拉的确喜爱精通工作者，同时我们不要破坏公共设施，因为穆圣说不要伤害和互相伤害人，这种合作会造就一个建立在团结和机遇的基础之上的结构，紧密基础坚固的社会。正如安拉所说，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维护公共设施社交法义务，也是社区和人道主义的责任。这种责任并不仅限于维护公共设施，更重要的是发展公共设施。穆圣说，人们会因其建设而得到报酬，人们会因其建设而得到回报，即使他归正，还能获得回报。教旨是火瓦喝酒河流火瓦垂井火种也早火建立清真寺火留下一部古兰经火留下一个孩子求安拉的饶恕。穆圣说，瓦河流道路像河流一样，谁走路，谁不要提高声音，谁不要提高声音，
也应该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我们的作物在路中坚持，不要大笑，不要破坏道路。道路的利息中还有建地实现，谁不能发展公共设施，谁要鼓励其他人维护并发展公共设施。正如牧师所说，谁导人遇上，他将得到理性是一样的报酬。谁不能发展公共设施，谁不要破坏公共设施。正如安拉所说，安拉不喜爱作恶的人。我们强调，我们对所有公共设施有责任。在复活日，安拉将因此清算我们，因此不允许破坏公共设施。我说了以上这些，求安拉饶恕我和你们。一切赞颂全归安拉，荣是谁的主。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独一无二。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求安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好，各位穆斯林，毫无疑问，维护公共设施，不破坏它，是一条精神幸福、成功和后世得救胜利之路。牧师告诉我们，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属于信仰的一个分支。正如牧师所说，信仰是70多。或60多个分支，最高贵的是念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最低的是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害羞是信仰的一个分支。穆圣又说，穆圣就是用穆圣在他的语言和行为上得到平安的人。又说，我看见一人在天堂中享受，只因他从道路上砍去一根番茄。穆斯林大众的属实又说，那么你无上任，这也是你为自己的事实。在当今时代，我们特别需要懂得公共设施的重要性，必须维护它。只是通过把承担起宗教和民族的责任，保卫祖国和保护它的财富中在人们的心中。正如安拉所说，凡敬畏而且修身者，将来都没有恐惧，也不忧愁。求安拉保佑埃及、他的人们和所有穆斯林国家，并祈求安拉保佑埃及免于各种患难。